所以呢，当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的时候，那有时候就需要一些好朋友，好朋友要来干嘛？就一起讨论啊，还有这个世界啊，然后一起抱怨啊，然后喝酒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很重要，因为真心话都可以讲，什么真心话都可以讲，然后在一起就会很开心，畅所欲言，然后想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所以我要介绍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组的另外一个团，叫做嫖客与巨鸟。我们另外一团嫖客与巨鸟，但是不是那个嫖客，嫖是那个。是那个票机大将，有没有速度很快的意思？票机大将，好，那欢迎奶油，奶油，欢迎票，欢迎奶油，大家好，跳过你去哪件事情？我们有开过一部幸福隔音，大家知道吗？幸福隔音啊，那个时候很好玩。后来问到他说，要喝鸡精很开心很累。他说喝鸡精要有精神，因为这个东西，他给的这个想法写出了一张关于喝鸡精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演唱。哦，可是我们组了这个团，然后我们写了这首歌，然后大家都看很多影片关于善良会不会唱歌。你知道我跟他这么好是为什么？他的音乐非常有品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唱会。大家觉得这首歌好听吗？帮我们加油！好听。像这样压力好大，因为我们刚刚站了蛮久的时间。对啊，红哥是什么？我刚说要开演唱会，红哥是我之前的经纪人，然后他就说，你刚刚一开始就是可能第二首嘉宾就出现了，对。事实上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就是等于好了怎么样，大家就要听我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好的，好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，对，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成员，就刚刚很奇怪跑出来的，啊，没有很奇怪，很帅气的那个。好，艾玛斯。艾玛斯也是杨贵妃的，你看他的音乐就知道，他是一个。我现在很急，给我钱。艾玛斯，你好棒！好的，话不多说。啊，对，要介绍一下接下来这首歌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其实我是为少翔跟我写。我们两个在演艺的工作当中，其实都遇到过一些挫折，然后我们都会互相鼓励。我们常在想，究竟事业跟自由。自由跟自己，我们要怎么做选择？这首歌也想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有一些感受，就是选择自己，做自己就好。这也是这个演唱会的初衷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! ，做自己，跳下钢索。
虽然人生很多不如意，有时候可以发泄一下，但是真正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我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对，下一首歌。